我怎么闯关呀？我才不是黄瓜呢，我最爱吃汉堡了。我吃汉堡也不耽误我闯关哦。你看刚刚的独木桥，我过得多快呀！哎呀，这是谁呀？还在独木桥上放黄瓜，真是太烦人了。哦，我要接着往前走，我要吃汉堡。哇，这里还有三个大汉堡。哎呀，太香了，都让我造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蹦不上去呀？哎呀，看来还真得吃黄瓜呀。啊，吃汉堡吃太胖了，真的过不去关呀。哇，这次我要多吃黄瓜，我要听你话。哇，这谁摆了这么多汉堡诱惑我？哦，我要吃黄瓜。哎呀，看我的身材又瘦了下来。哇，我要接着往前走。这有三个大汉堡，这是谁呀？这么烦人，总在路上放汉堡诱惑我。嘿，哎呦，到终点了。哎呀，我们要躲着汉堡，小心一点，我要跑到终点。哎呦，就差这一步之遥啊。哎呀，真是坑我呀。我要接着过关。哎呀，这次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哇，这些汉堡坚决不能再吃了，再饿也不能吃了，再馋也不能吃了。哎呀，这里不得不吃一个，抓紧吃黄瓜瘦下来。哇，这里绕着这些汉堡，哇，要体重太重就掉下去了。哎，我要小心一点。哎呀，又到终点了，这么快吗？哇，我要吃上这些黄瓜。哎呦，这次我得小心一点，得躲着这些汉堡了。哟呵，到达终点喽，耶耶。